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，那个3月8号，台北捷运文湖线西湖站，然后7点15分发车是，还有南港的，中央线我叫我是9点车，然后我一般是看动物园。准备上了，那往动物园，动物园那些往僵尸街那头，开几扇门？在西湖站银行，开往动物园了。中间那系统叫往街那头。关闭车门就打开。